VoxaJet 展示了喷墨式粉末粘结 3D 打印工艺，不同的颗粒材料均可适用于 VoxaJet 现有的打印系统上，如沙、塑料或其他可选粉末。唯一的要求是需要有部件的 CAD 数据。打印开始，刮板在成型台面上铺设粉床，之后打印头在所需生产的地方有选择性的喷射粘结剂，随即打印平台下降一个层后，重复上述打印过程，一直到零件打印完成，最后清理未打印的颗粒材料。打印好的模型可直接用于金属铸造或作为设计模型和功能性模型，且无需耗时的后处理工序。现在联系我们，让 VoxaJet 来优化您的生产。